你有没有听我说，排骨和莲藕记得要用开水烫过，要冲干净才放进汤里煮，要不然你喝了会肚子痛。你去加拿大读书，听说天气很冷，所以红枣不能少。你喜欢吃的莲藕可以多放一点，炸的食物就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很容易捕捉。等到你喝咸了，你再给我，再叫你煮 ABC 汤。你要记得常常打电话回来，妈咪会很想你哦。